在民间流传着一句话，跟女人生小孩很有关系，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生会过加酒香，死袂过着四块房。很好，请坐。班长说的对，女人生小孩就像是在面对生死一样，所以我们助产士的工作跟生死息息相关。未来你们成为助产士后，每一位都责任重大，千万不可以轻忽与大意，知道吗？知道。把笔记本拿出来。分娩的定义，所谓的分娩就是胎儿以及附属的胎盘组织经由产道排出母体外的现象。正常的分娩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我会点几位同学起来念课文。来，第一位陈慧玲同学。The road not taken,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陈同学，按照课本念可以大声一点，请坐下。好。我们换下一位叶明珠同学。Lang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pleasing and wanting wear. Low as for le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hen Lang really about the same。好的，先念到这里。叶同学咬字清晰，轻重音的位置抓得很好，腔调也很不错。英语就要像他这样读，大家可以向叶同学多多学习。好，我解释一下前面念过的部分，请大家把重点抄下来。只想深深。